饱和脂肪，更确切的说是脂肪酸分为单不饱和、多不饱和。饱和脂肪酸的化学结构上带满氢原子，当一对以上的氢原子失去后，脂肪酸就变成多不饱和形式。它们存在于多数的植物油中。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有全脂奶、奶油、乳酪、肥猪肉、猪皮、鸡皮、鸭皮、火腿、培根、香肠、猪油、鸡油、牛油、油炸食品、素食、西点、糕点等。而饱和脂肪酸指不含不饱和双键的脂肪酸，一般较多见的有辛酸、葵酸、月桂酸、豆蔻酸、软脂酸、硬脂酸、花生酸等。此类脂肪酸多含于牛、羊、猪等动物的脂肪中，有少数植物如椰子油、可可油、棕榈油中也含有此类脂肪酸。普遍认为，摄入不饱和脂肪更有利于人体的健康。